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金融新闻，我是蔡小军。新闻一开始先带你来看，母亲节前夕，中正区公所举办模范母亲表扬活动，共有27位模范母亲接受表扬。画面中是中正区公所模范母亲表扬活动，共表扬27位模范母亲，在子女们献花祝福的陪伴下，模范母亲们开心上台授奖。市长谢国良、议长童子伟跟多位市议员陈明健、许瑞慈、蓝敏煌、张浩瀚都来到现场与模范母亲们合照，其中原住民代表潘秀琴女士跟中正里103岁的蔡銮女士也被评选为基隆市的模范母亲代表。感觉真暖意，真感谢。今天陪妈妈来庆祝母亲节，非常的高兴。然后由市长、由议长来颁发奖状，谢谢。你讲你安怎保养身体？无啦，普通啊。咱老岁仔人安尼，有人食就好啦。我们港通里的模范母亲哈啊，这是我们的林长哈，他非常对里内的各项事务都非常的称职啊，在家啊都非常照顾一个家庭哈。就是先生女儿都就是先生好，女儿乖就好了。哎，那他本身来讲的话，公务人员退休，然后先生又是一个将军的身份，但他没有那个架势。他很乐意帮助任何人，如果有人有什么纠葛的时候，他很容易就让他散开掉。而且他是一个高级摄影手，我很开心在丁里长的当丁里长的里民，也欢迎大家来我们新丰里，因为丁里长照顾我们无微不至不至的，很开心很开心，谢谢。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些妈妈们都健康平安，然后呢非常也开心他们这次能够获选为中正区及全市的模范母亲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每一个妈妈培养出来的，才有机会在社会上来在各行各业里面做努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妈妈手中的手心里面的宝贝，因为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怀着感恩的心情，深深的向各位致谢。因为有各位妇女朋友们的辛劳，才有今日的基隆繁荣跟改变。中正区公所也特别邀请荣获超级红人榜第二届里长擂台赛冠军的仁爱区文昌里里长王明清到场献唱，祝福每位妈妈们母亲节快乐。现场的气氛相当温馨，让每位模范母亲都留下了难忘的回忆。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再带你来看，基隆民传国中篮球队在国中以及篮球联赛夺下5年来第4座冠军奖杯，庆功宴中，市长谢国良特别颁发奖金，肯定选手们为基隆争光。市府也将编列114年的预算，近2000万元来改善活动中心的场地。今天真的看到同学真的很开心。我现在都记得好几位同学的这个球衣号码跟他们的特色啊，跟他们的比较的强项。刚刚还在跟我那个姐姐在介绍，因为她去日本几天回来，我感觉说这个就厉害，这控球就厉害哦，啊这个抢篮板就厉害哦，然后这速度就快的哈，这样啊真的很开心。所以我觉得我们只能说非常的开心，跟同学共同的在经历了这个过程。那我那天也是看着都很兴奋，都有跟同学讲，同学也知道了嘛。在第二个 overtime 我们最后一球进的时候，我的彩带也就丢出去了。在永不放弃的精神下，基隆民传国中篮球队在112学年度 JHBL 国中以及篮球联赛拿下冠军，这也是5年来第4座冠军奖杯。市长谢国良在教育处代理处长杨桂杰、副处长徐艳丽、体健科科长杨永芬的陪同下，跟议会教育小组的多位议员张耿辉、秦真、张芳丽和吕美玲一起来到学校祝贺。现场篮球队选手们将冠军奖杯献给市长，市长谢国良也颁发78000元的奖金，肯定民传小将为基隆争光。庆功宴中，市长谢国良特别准备丰富的美食来慰劳教练与选手，
吸引同学们围绕着桌子开心夹取食物用餐，气氛相当欢乐，感觉很不错，就是谢谢市长请我们吃这一顿。你们在友谊赛的时候曾经两三场都打出对手，然后这一次总算了，扬眉吐气，为自己争了一口气，为基隆争一口气，大家鼓个掌啊！哦，太厉害了！首先恭喜明传国中哦，有这么好的成绩，那就是因为我们平常这个教练跟同学互相的配合，才有这么好的结果啊，所以在这里恭喜他们。让人意外。在这种场地能训练出那么优质的球队，得到冠军确实不简单。由此可见教练的用心，同学的努力，让我们创造出最好的成绩。我们的这个名传继续的哦，要继续的这个努力，继续拿冠军。最重要的，你们要出一些职业篮球所选手，就像我们林志杰一样啊。市长谢国梁也进一步表示，114年将在编列近2000万元预算，来改善明传国中的活动中心，为师生打造更舒适的运动训练场地。今天趁这个机会，除了来跟同学一起庆祝以外，我也来看这个明传国中的训练场地。那我们觉得这个地板，我们希望把它像这个市立体育馆一样，换成更适合练篮球的一个环境，还有他们的整个空间、空调、一个粉刷等等。总之要把这个环境再一次的改善，那预计会花2000万左右，所以我们需要议会的支持。不过我相信这一次大家成绩这么好，我们一起努力，要给大家一个更好的一个练习的环境。我心情蛮开心的，也蛮期待的，因为毕竟在这场地就剩明年最后一年了，希望可以认真在那个球场上拿下这座冠军。何止有幸，我们明传国中受到这么多人的厚爱，孩子们，我们是不是要更努力？是不是？我们知道，对，即便在这么艰困的环境，就是我们那一颗向上的心，坚持到底，永不放弃的精神，把我们带到了这样的荣耀。5年里面有4连霸的冠军，这绝非偶然。即便我们披上了冠军的光环，我们隔天来学校还是照样练习，因为我们知道下一个冠军在等着我们。在市长谢国梁全力支持体育发展下，明传国中篮球队相当振奋，将持续发挥奋战到底的精神，为基隆来争光。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基隆慈云寺鼓励孩子用功念书，每一年在信徒大会都会举办奖学金及奖助学金的颁奖典礼，今年一共发出了50多个名额，让市府相当感谢。基隆慈云寺举办信徒大会，特别颁发奖助学金和奖学金，50多位获奖同学一一上台接受表扬。今天是我们慈云寺第11届第3次的那个信徒大会，也是那个颁奖学金，高中、大专，他们成绩都非常高，觉得高中5名、大学5名实在有一时之憾，所以我们今年决定明年增加5个，高中10名，大学10名，还有那个30名的助学金，那是由区公所提供的。鼓励孩子们用功念书，慈云寺每年在信徒大会上都会举办颁奖典礼，包括立委林佩祥、议员秦真、张志豪、余三发、吴华嘉都出席典礼，鼓励孩子们在逆境中永不放弃。那其实我们李林主委，我们李林主委跟我们慈云寺在我们安乐区不但是信仰中心，同时之间也是我们的文化圣地之一。在过去几十年来，我们慈云寺在安乐区不停地用不同的文艺活动来促进我们安乐区的文化水平，包括在元宵节的时候，还是在过年的时候，都一连串的活动来促进地方的敦亲睦邻跟地方的我们之间邻居的和乐融融。所以在这边佩祥也特地亲自来这边参加这活动，感谢我们慈云寺，感谢我们李林主委多年来的付出。安乐区公所每年都会推荐学生接受庙方奖助学金的殊荣，而慈云寺也捐赠安乐国小教育基金，由主委李林宝玉亲自颁证，
出席的教育处副处长许艳丽特别表达感谢，觉得宗教其实都是一个奋发向上的力量，也是稳定社会的力量，所以我们很感恩慈云寺可以让这些成绩优异的学生们能够有奖学金的鼓励，那让他们体会到社会的关怀，还有不管是政府或者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宗教团体，对他们都有深深的关怀跟鼓励，所以今天很荣幸可以来参加慈云寺的颁奖典礼，然后也很感谢李林主委还有慈云寺的团队持续的协助基隆来做这样的公益事项。政府的资源其实是有限，但是民间的资源是无穷的，那每一年慈云寺都会跟我们安乐区公所这边索取一些我们成绩优良的学生孩童，那去做一些奖助学金的颁发，那这一次也颁发了相当多的这个名额给我们安乐区内的区民，那在此代表安乐区公所代表市政府感谢慈云寺常年以来，不止今年，常年以来对我们区内的里民的照顾，那包含每一年年中他们都会有做岁末的祝福，那寒冬送暖的活动真的是对区内的环境改善，那奖助学金做了相当相当的好。啊，我们办这个信徒大会一年一次，我们要叫这些信徒报告哈，有那个收入支出，哦，都一目了然，都很清楚，给他们看，啊，看他们有什么意见。啊，我们做了义务活动，每年都是做些义务活动，哎，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还有寒冬送暖什么的，哦。获奖同学在家长陪同下一起出席颁奖典礼。基隆市长谢国良以贵宾的身份出席信徒大会，感谢慈云寺长期来对在地学子和基隆乡亲的付出。是我们的大会啊，圆满顺信徒大圆满顺利。那基隆寺一直起来，对啊，最重要的一个信仰基地哈。祝一切都平安顺利。好，来这边祈福的人也都心想事成。再次的谢谢大家，多谢，谢谢。慈云寺鼓励孩子认真念书，家长们和地方民代一起见证，希望他们未来有能力可以回馈社会。记者黄少明就报道。再带来看国中会考即将在5月18、19登场，接下来7月还有大学入学测验。基隆慈云寺办理鼓礼祈福仪式，超过百位家长及学生虔诚拜拜，十多所国中校长亲自观礼，替学生加油打气，祝福考生们都能金榜题名。周日的慈云寺挤满学生和家长，国中会考将在5月18、19登场，把握难得好天气。学生家长提前来到庙里参加考生祈福仪式，一同恭向基隆市慈云寺至圣先师孔子进行三拜乡礼，一上香，祈求考生聪颖积极，勤勉向学。拿着准考证，双手合十，先后向至圣先师孔子及文昌帝君三鞠躬拜拜，祈求考试顺利。有刚刚的心情很紧张，但是他们这边慈云寺就是有提供一个祝颂祷文，然后可以让我们在这边在拜拜的时候当边念，就是有一个就是感觉就是有人保佑。很盛大，我觉得希望可以考好。怎么说？就是有神的加持，觉得很好。对啊，就是让孩子能安定，家长也能放心这样。假日限定的考生祈福活动，现场准备了超过百份的玉手、聪明水、文昌笔及粽子、包子等吉祥物。基隆十多所国中校长、超过百位学生家长依序完成鼓礼仪式。有拜，一定有保佑。那刚才我们主持人讲了心诚则灵。我相信各位在这段时间都做了非常好的准备，各位，你们做好准备，然后呢，诚心拜拜，剩下的就看天命。大概有160几位的学子参加，那因为以前都是各自在考前来拜，那我们希望说，可以做一点不一样的，集合所有的孩子们一起来参加这次的活动，然后一起来跟我们的。文昌帝君跟我们的孔子一起祈求，在考试的时候能够顺顺利利。供桌上摆满代表聪明的葱、勤劳的芹菜、好彩头萝卜，箱子里全都堆满考生的准考证，都希望金榜题名。
接下来就是国中会考了。那今年基隆市政府教育处除了我们安排国中会考的考场是让考生更便利之外呢，我们也推出了近几年也推出了这个在地就学方案，所以今天也会鼓励我们来参加祈福活动的考生们能够在地就学。那今天的活动呢，会透过慈云寺这样的一个文化圣地的力量，用这样子的一个祈福的仪式跟舞蹈，让考生们能够平静的应考，也祝福考生都能够发挥实力得到最好的成绩。受到少子化影响，国中会考人数持续探底，基隆光荣家商日前宣布停招，今年基隆地区的会考人数预计会锐减200多名考生。而为了减少国中会考压力，基隆市政府与主办会考的基隆高中决定将从过去原本3个考场规划再增加一个考场，希望能够提供更好的考场让学生正常发挥。去年的时候我们在做检讨，我们希望哈，那在疫情的期间里面，孩子能够受到很好的照顾。那疫情之后呢，我们也希望孩子受到更多的照顾了哈。所以我们在今年在教育处的这个协助之下，我们在基隆地区多加了一个基隆考商工的考场啊。那希望每个孩子呢，在考试的时候，不管在事务的这进行或者在休息的时候，都能获得最好的一个支持了哈。国中会考下周登场，大考季节到来，考生和家长们都很紧张，只想求个心安和祝福。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中山国小的社区共读站山中好阅读启用喽，校方将学校后山的森林景观意象融入阅读空间，很舒适，让社区居民及师生共享阅读环境。山中好阅读学校社区共读站启用喽！从空间设计、结构补墙、艺术装点，再到人文艺术，历经两任校长，提供师生互动的阅读场域。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我们中山国小山中好阅读的这个社区共读站揭牌仪式。原来呢，都只是一个非常老旧的一个图书架这样子，然后一个会议室，借着这个计划呢，申请了教育部还有教育处的经费，让我们孩子呢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可以坐着啦，可以躺着啦，可以阅读啦，讨论啦，让我们的中山孩子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一个环境。那当然也谢谢我们教育处哈，也给我们很多的支持哈。那当然后面接棒的这个校长啊也很重要啦。感谢刘校长当时一路的设计规划哈。那接下来我想这么好的资源，除了我们现有的师生可以享用之外，我们现在也尝试在规划努力，那希望借由社区跟我们家长的一些资源去争取，那扩大一些志工的来源，那希望阅读不只仅止于我们在校内，那可以推广到所有的社区居民，让整个社区共读站当时规划的一些初衷能够落实到最大的效益。不忘初衷，将阶梯缓缓抬升，融合卧榻的概念，展现结合后山森林的意象，进而打造轻松的阅读空间。学校新建了这间图书馆，让我下课可以来这里读书，丰富了我的生活，让我下课后不再无聊，也可以让我学到更多有趣的知识。我本来语文能力不太好，但五年级上学期开始，我同学都去练田径，班级上只剩我一个人，然后我每天早上看书，然后语文能力有变好，考试考到了前3名。我很开心能够让孩子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尤其这样子的氛围，让孩子觉得阅读是一个随时都要养成的生活习惯。我非常感恩。前来参与启用典礼的亲师生都很感动，教育处长杨贵杰欢迎家长和社区居民一起来享受阅读的乐趣。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参加中山国小社区共读站的一个落成启用典礼。我们看到现场这个共读站的设计非常的用心，它也把中山位于一个小山坡这样的概念也放进设计的元素里面。我们希望在中山临近的社区的好朋友们也都能够来到这个空间，跟我们中山的孩子们一起来共同阅读。将学校图书资源与社区居民共享，让学校成为社区居民学习及生活的一部分，达到学校社区化、社区学校化的终身学习目标。山中好阅读站，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哇，对面那座山也太有型了吧！真的耶，闪电头发型耶！他们如果没有先向政府申请就开挖，被天眼照到就惨了。天眼？就是天上的卫星，卫星可以拍到的范围可是又大又清楚，而且一个月还回传好几次照片呢。任何人看到山坡地疑似违规，都可以主动通报。基隆市山坡地疑似开挖整地，请通报02-2422-3339。由于改装车夜晚横行，噪音扰民，引起许多民怨。你的声音我们听到了。为杜绝汽机车改装车扰人的噪音，环保局2月1日起将加重处罚，罚款提高，采取金额从白天3000调升到6000，夜间6000调升到12000，依次加重处罚，全国最重。环保局将严格取缔，加强执法，请勿视法。噪音打乱生活，消除噪音的困扰，打击不法的改装车，我们向噪音说不。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包括了元宵节义文活动、文昌君圣诞、观世音菩萨圣诞、浴佛节及祭孔大典等，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总是不遗余力的认真规划，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信众众多、香火鼎盛的慈云寺。哦，都停满了，那就随便停好了。陈主任，你这样停车违规哦。机车停放合法，骑楼停车空间只能有一列，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另外，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行，拍腿拍腿。另外，地上贴有脚丫子的绿色地贴禁止停车，警方会严格取缔。绿脚丫主要就是要提醒，不可以将店面杂物、盆栽、机车放在绿脚丫上面，让行人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们能够方便通行。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关心市政自会来节目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来讨论各项政策最新发展，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欢迎锁定每周三晚上9点基隆第四频道关心市政自会来。欢迎回到新闻现场。113年全国武艺展演连续2年在基隆举办，来自全国超过6000位热爱武斗的民众带来精彩的演出。113年全国武艺展演再度来到基隆举办，超过6000位的选手齐聚基隆体育馆，展现10多种武道运动的特色。这场活动是由中华民国县市体育会联合总会、台湾体育总会跟基隆市政府基隆市体育会共同举办。开幕式中，市议员陈明健、陈怡、吴华嘉和郭美秀等贵宾都到场共襄盛举。基隆市长谢国梁一进场就受到运动团体的热烈欢迎，同时大家也为市长谢国梁加油。谢国梁加油！谢国梁加油！国梁国梁我挺你，国梁国梁我挺你，国梁国梁我挺你。汪威理事长还有郑理事长给我们的鼓励，我们会继续的努力做好我们的工作，大家说好不好？好，市长加油！谢谢，这是我们连续2年在基隆举办全国的武艺展演。那要跟大家报告，我们非常欢迎大家今天能够过来，尤其是外县市的朋友，也希望大家不管是舞蹈、
比赛还是训练结束后，可以到基隆各地走走看看。我们现在美术馆也重新开幕，也有一些不错的展出。这个场地我们未来预计在下半年也从中央争取大约2000多万，市政府负责1000多万，一共4000万要来修缮这个场地，希望未来大家过来这个地方比赛演出训练的时候会更越来越好，大家说好不好？好。6800位哦，爱好武艺的来这边参加，还要感谢我们全国的理事长邓理事长以及我们处长大力的支持，所以他每次都办得非常成功。哎，这个体育活动哦是非常烧钱，但是我们理事长哦就一直找钱，把体育活动办得非常好，带给大家健康又美丽，哦又可爱，哦。113年全国武艺展演，来自全国16个县市，包括金门。有6800多人参加，包括我们昨天啊，柯达、北都、华国、长隆都客满，而且我们餐厅也都客满。办这个活动不止运动，而且也带来我们基隆市啊的商机。因为我本身是基隆市商业总会理事长，我最有感觉到，包括我们的旅馆业、餐饮业卖便当，包括卖纪念品的。都有一笔不小的收入，所以希望说我们小爱爸爸市长最支持我们的全民运动。台湾体育总会连续10几年，特别在基隆市，在我们谢国梁市长的全力支持，举办了好几次的全国的武艺的这个展演，让我们13个运动舞蹈项目所有的这些好朋友能够以武艺来大家做一个交流。全国性的运动活动为基隆带来人潮与前潮。中华民国县市体育会联合总会总会长郑锦周说，在市长谢国梁的全力支持下，9月份的全国健走活动也将来到基隆举办。花莲4月3号大地震，全国健走30000多人没有办法办，就应该市长讲，市长要接回来基隆。全国健走9月7号在基隆，我们掌声谢谢市长，谢谢市长，欢迎9月7号再到基隆。我们现在6台150cc 的摩托车，100台的变速脚踏车，欢迎全国到基隆运动壮大强。今年参加全国武艺展演的选手们，有小朋友、青少年，还有80多岁的民众，大家武力全开，带动运动风气。市长谢国梁也颁发感谢状给长期协助体育活动发展的各单位，在各界的努力下，让基隆成为一个快乐运动、活力满满的城市。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以上就今天的中嘉新闻，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标股迈向财富自由，欢迎你，让我带你走向成功。哦，跟着老师就赚了10万哦！我刚赚到人生第一桶金啦！注意，这边有个新的投资标的，50万包你吧，只有10个名额。我要加。网络投资陷阱多，稳赚不赔是诈骗，欢迎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